从有限到无限是我们公司转型很重要的一步。你说会不会公司最后转型转不过去，搞到赔钱啊？科技革命本来就是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，跟上了，想不登上巅峰都难。脊椎神经病变。你知道二嫂她现在为了止痛，她几乎天天要吞止痛药。二嫂要嫁给你，她真的是太委屈了。万一手术失败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导致半身不遂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至10点，中广好生活开创者。